好，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孙安佐跟韩森说吗？基本上我们的立场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欢迎双方来打，只要双方把他们的长辈瞧好，我们随时欢迎来战。嗯，对。那你们有感受到什么压力之类的吗？恶势力？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感受到什么恶势力或是什么势力之类的，就是我们就是单纯办赛事、办活动，很单纯这样。嗯，所以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，除了长辈以外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影响到你们的比赛。没有，没有人影响到我们的比赛。对。那想问一下，孙安佐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因为好像有就是传出说打不打这件事情，有没有影响他的情绪？他有没有跟你们联络？他情绪一直都很乐观，我跟他自己有私下出来对练了。就是我们稍微一起运动，那其实就是，他很乐观，然后他也没有缺战，谁他都愿意打，那他也是很正常的在运动备战这样子。嗯，他有被爸妈宝的部分。被妈宝的部分吗？哦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，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妈宝。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，听大家看网络上那样讲，好像有可能是这样。应该是我没有真的认识他之前，可能对他有那样的既定印象。但真的认识他之后，会发现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。嗯，那这次他练习的状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他，大家也知道，他有之前比过健体比赛啊，就很大只嘛，那有运动习惯，就是速度也蛮快的啦。我们很期待他在10月12日的表现。嗯，那想要问一下，说他跟你的这次参赛的部分啊，他有合约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有什么要求吗？他也没有特别要求，他就是单纯很想要参与这个积极赛事，他想要来参与这个运动，单纯就想运动而已。嗯，那你有什么话想对韩森说吗？就是把你的长辈瞧好，那我们随时欢迎你来站。还有要接电话？记得接电话。对，记得要接电话。OK。那有什么话想对韩森说呢？你只要瞧好你那边的长辈，我们随时欢迎你来站。那记得接电话。嗯，所以你们这边是愿意跟他做一个沟通的？对，就是我们有尝试在跟韩森做联系、做沟通。嗯，那想要来解决所有问题，但是他不打算回应。那这部分，我觉得成年人做事还是要好好沟通啦。好的。